Tiffany. 我绑架了你老公。 现在泡着你老公的这个黄色的液体叫做硝酸甘油，它是非常不稳定的液体。假如这汽水就是硝酸甘油，这根胡萝卜是你老公的，这个电池是绑在他身上的汽车电池。我这台电脑连接着正在拍摄你老公的电脑，作用是来控制汽车电池。 我设置了一个30秒的倒计时，时间一到，就会自动引爆汽车电池。硝酸甘油会在短时间里爆发极大的能量，这就是液体炸弹的原理。恐怖分子就是这么炸飞机。王军，喂。哦，炸弹是我来控制的，但是。 你老公的命在你手里，要不要报警？你决定。谁啊？在吗？喂，喂，好。好。求你放过我老公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我要你做我一个星期的老婆。 你一边吃饭一边抽烟，你老公不管你的吗？我老公从来不管我的。这几年经常在外边遇见你老公，跟我说了不少你的事儿，说这甜三肉是你最拿手的。你老公人很好，这么难吃都吃得下去。
我现在是你老公嘛，当然要学会对你宽容了，明白了吗？ 这睡衣我穿着还挺合适的，稍微有点丑，这面料挺舒服的，哪买的？狄仁君，你做什么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沙发上睡去。去洗。等一下，过来。 听你老公说，你们每天临睡前都要 good night kiss，毫无感情。再来，不行，再来，不行。 肯定没化妆啊！喂，你在干什么？在家。我知道你在家，我问你在干什么。 西晨，我在厨房。西晨，你不是刚刚才西过城吗？打翻甜酸肉。这么早就做甜酸肉啊？你昨天晚上不是说我做的不好吃吗？所以早上起来我就试一试啦。你炒菜怎么完全没声音的？有。 既然好不容易成功了，介不介意我试吃一块？那么想出去走走是吧？开车吧。开车！开关键，快关关！
我想赔，我死不要紧。你老公断水断粮陪葬，可不关我的事儿。不要啊！你老公死不死，现在是我说了算。我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我要不干了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站住！ 从这一秒开始，我们重新来过，对彼此好一点。老婆，我们回家吧。